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开始。哎、欸，最靠近门的，红色跟蓝色都很可爱。你一次抓三只哎，没半只。你要抓门边的啦，它有松开啊。应该用手。这很难呢，你可以的。先给你400。好。我们来看书怎么浪费钱。这最后一次了。妈。就这样吗？靠近门边的。很难呢。可以啦，可以。不行啦、欸，我不用了，看你热情。你这样就放弃了？是帮你抓吗？没有啊，你可以自己抓。他很心机，他都已经亲子那个了，还不让小朋友好好抓。要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要不要再来？再来。我跟你讲，骄傲就是这样赚钱的。这才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我们已经花300块了。我剩100块，对。好，最后一次。太好看了，真的。Good luck。这去外面买才多少钱？我真的浪费钱。对不起，要不要最后一次？再来100块，快点！你们花了500块。我没有，我没有100了啊。再一次就会中。哎，真的再一次就没有。我们就跟你换气，我们这边台湾人换气。还是你买的？为了这个要买。这超可爱的，好吗？真的很可爱。哎、欸，你真的要成功嘞。那这只到底叫什么？不知道，红狮爷。他应该是红可爱版的红狮爷。来第二轮，这里上够了吧？可以了吧？啊，不行，没中。妈，你来，你要哪一只？这个红色的。妈妈很强吗？妈妈就是莫名其妙就会中。妈妈很帅。他不能再过来了耶，所以你要抓他有困难。那就别的好了，你觉得你可以？他爪子会转。对对，他就是会转，很讨厌。我靠！还要吗？你只要这两只爪子下去就好，就可以剥下来了啦，不是整个下去。妈妈有信心哦。你们只是在赌博。你来，不要你来啦。我来吗？确定吗？没有钱，没钱。我们都没钱。我们不能让这个最好的机会让后面人。真的，凭什么我们帮人铺好路？我们如果玩完，一定要把都铺。我们请他来把都打开铺平。最后一次，今天是最后一次，结果等下又东西更多个。比较用力会比较容易吗？哇！说吧，来，妈的，这个臭废物！对对，拍到了。耶！